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同修，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念佛法门，修学的重心就是深信发愿，一向专念。其实信也好，愿也好，念佛也好，都是当下这一念心在起作用。所以我们需要用心来学习。什么心呢？很单纯的心。平常我们常说要诚心，很多人问这佛菩萨灵还是不灵，灵不灵不在佛菩萨，而在于我们的心。心是不是诚？很多人又会说了，我心很诚的，我不诚我干嘛跑这么远？所以对诚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真心诚心就是很单纯的心。先不说那么多道理，举些例子来看。念佛人当中能够往生自在的，多半都是别人看起来很傻的人，像郭漏将、黄达铁，这是过去常听到的。最近大家可能听过的就是海贤老和尚，往生都很自在。他们会什么呢？恰好他们什么都不会，这就奇了怪了。什么都不会，他会自在往生。别人还平常说这人这么傻，其实他们具备的就是诚心，很单纯的心，单纯到别人说他傻，他也说你说的对，我就是傻，从来不会找个理由去解释，心很单纯啊。所以真诚心就是很单纯的心。
单纯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你被骗了，你被那阿弥陀佛骗了，被骗了也不会怀疑，被佛骗是多幸运的事情。你想让佛骗众生，哪里有可能啊？多数众生心不够单纯，什么原因呢？在生死轮回中经验太丰富了，不说过去生了，就说这一辈子，这一辈子经验太丰富了，丰富到很多人说我现在都不敢相信人了。为什么呢？我见人太多了，我经历事情太多了，我觉得现在人都不可信，师父你不要被人骗了。这就是经验太丰富了，丰富到我没信心了。其实这叫业障深重，他还不知道。怎么说叫业障深重啊？你看把他自己给障碍了，还觉得自己很聪明，这叫视智变聪，反而是修行最大的障碍。这一点学佛念佛的同修要认识清楚，我们要学的佛法不是社会经验，也不是内在的聪明，这些习气，我们要学的就是让心越来越单纯，单纯到我只剩下信任，这信是排第一的。信愿念佛，先说信，信不纯，好了，后边就没了。为什么没呢？信都没有，你说愿意，明显是骗人的，自己都不相信，你还愿意。念佛呢，肯定不相应，怎么念都不相应，因为信心不纯的缘故，无法对这句佛号产生彻底的依靠，带着怀疑的心去念，怎么能够相应呢？所以首先是单纯的信任，这就是诚心的开始啊。我们现在开始把我们的心清点一下，看看还有没有这些夹杂的因素，这些就是夹杂，信心不纯就是最严重的夹杂。心果然真诚了，我们当下这心是安的，怎么安呢？因为不再怀疑了。如果我对佛没有怀疑，我对这批人信不过，这下又惨了。怎么又惨了呢？因为信佛即是信众生，这一点要进一步说明。信哪些众生啊？没有哪些，是全部。我信他们什么啊？
信这些众生也都是佛要度的，相信吧。得从这里建立全部的信心。我相信大家肯定都会往生，我真的相信。有念佛同学说，师父我还不想往生呢，你想不想是另当别论的事情，但你肯定在阿弥陀佛大愿摄受之内，没有一个例外的。我深信佛的缘故，我深信你一定能往生。信心是从这里建立的，相信大家一定能往生，那么就是相信大家都能成佛。这些问题就解决了。眼前这些个人行为烦恼习气，这算怎么回事呢？这些是暂时的，相信大家一定能够慢慢的把这些淘汰掉，所以不需要去计较，也不用因此生任何烦恼。那真念佛人跟大家在一起，他就很欢喜，非常欢喜。什么原因啊？一家人将来莲池海会一定聚会的。各位左边看看右边看看，没有例外的，莲池海会一定聚会。早的先去，晚的不过就迟几天嘛，迟几天没错的。在极乐世界一眨眼的功夫，我们这个六道轮回也就绕了好几圈了。极乐世界的一天，我们娑婆世界是一个大劫，你算算看吧，顶多几天，什么意思？大不了多轮回几劫也没事。在极乐世界看来，这算什么呢？是不是都是莲花国里人？所以念佛人有这样坚定的信心，回过来看眼前这些大众，莫不欢喜，所以会傻傻的相信，就是那么傻，傻到找不到理由生烦恼，傻到不再愿意去怀疑任何一个众生，傻到甚至别人骗自己也觉得需要给他骗一下。有人听到说你真傻了，真是傻了，就是傻了，没错的。不这样傻，各位你看看那心能不能完全定下来。这太聪明的人其实真不好修行。为什么呢？修来修去都修别人，你说怎么修呢？不管在哪个环境，总是看到环境中的种种烦恼，自己觉察不到这烦恼的根源，是自己把这一切看得太认真了。这一切啊，这一切没有例外吗？没有例外。我们这一生一切的遭遇，不过是一场梦幻之旅，没有例外的。已经过去的，现在正在发生的，将来可能要到来的，都是一场梦幻。
何必要在梦幻中去计较呢？那我要修什么呢？我唯一要修的就是把以前习惯性的经验、理由、习气给去掉，别让自己那么烦恼。不是别人让我们烦恼啊，是我们自己习惯性的想法让我们烦恼的，很重要。我们在道场里面时常会看到各种不同性格的同修，大家从全国各地来到一个道场，来之前每个人有自己的生活环境，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有自己对佛法的很独到的理解。突然这么多人在一起，总感觉到有点别扭，除了看阿弥陀佛还顺眼，看其他人呢得一段时间适应的。怎么适应？他怎么可以那样？我觉得他那样不如法。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我觉得他这样也不好。这就是我们习惯性的经验在起作用，导致我们可能也有不少机会去亲近一些道场，但是我们收获更多的可能就是一些烦恼的记忆。所以在这里我们需要觉悟。觉悟什么呢？觉悟我好像这样是不太妥的哦。怎么不太妥啊？假如啊，我们就是把这道场的每个人都修好了，按我们的标准都修好了，都长一个样，动作都标准化了，后边又来的人又不一样，我们还会烦恼，我们再换个地方还是不一样，照样会感觉到不如法。那我们这个烦恼的习惯它一直还在起作用，那就说明其实我们真的改得了外面，却也改不了里面。就是把外面彻底全改过来了，我们这个烦恼的习惯倒一点也没改。如果是这样用心，那就很烦了。不是别人很烦，是我们这个心就很烦了。所以要从这里觉悟，我不应该这样用心，这样的用心太聪明了，这样的用心啊太烦恼了。那我们要学什么呢？念佛人，各位就学刚才这几位，任何一位学到就不得了了，真的不得了。不仅说将来往生会自在，眼前生活一定会很幸福。为什么呢？傻到没有理由烦恼，你说还能不幸福吗？人往往会生烦恼，产生痛苦的感受，跟自己过不去，你注意看，一定是太聪明。越聪明的人越能找到很好的理由让自己烦恼，烦恼的理直气壮。
所以在佛法看来，这都叫业障，很多人还听不懂啊，聪明还业障吗？佛法不是讲智慧吗？佛法说的智慧恰好是放弃这种聪明的习惯，这一点要说清楚。你看谁有智慧啊？六祖慧能大师真有智慧，他智慧表现在哪里呀？表现在人要杀他头，就把头伸过去，躲在猎人队，猎人队给我做饭去，他就去乖乖做饭。他祖师啊，大菩萨呀，祖师把衣钵传给他，后边人来抢，好，你们抢衣钵，不用抢，我给你们就好了。大智慧，圆满智慧，他没有看到众生的过失，所谓不见世间过。那他要找理由让自己烦恼，那还不可以找很多吗？这是师父传给我的，你怎么可以抢呢？这头是我的，你怎么可以拿去呢？常人习惯性的小聪明，是不甘心让自己这么舒舒服服的过日子的，一定得找些办法让自己烦得要死，这样才表示自己很厉害。这就叫众生颠倒。你再来看看那位海贤老和尚，这比较近的，20岁出家，师父就教他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20岁，他如果想学，不可以学很多东西吗？他就记住了这句佛号，一辈子就是念一句佛号，走到哪里都没有改过。遭遇了种种磨难，不认为自己受委屈，别人当着面侮辱他，他也不着急解释，也就是说他这个连解释都不会啊，不是不会，他不懂得干嘛要解释。我们嘛觉得受委屈了，因为我们有委屈感，所以我们需要去澄清，人家没有委屈感。你说怎么会没有呢？我指着鼻子骂你行吗？欢迎指着鼻子骂我，但是你指久了你手会酸哦，骂久了你会累的哦。那你听了不烦吗？你怎么就一定认为我会听呢？你可以骂，你可以指，我干嘛非得要听呢？是不是？那在你面前嘛，你难道听不到吗？听是听了，不一定到。就是你可以骂，你可以说，这一阵风从耳边过去，我没必要把它抓住。它也不过就是一阵风，讲什么呢？随便讲什么，还不是都一样吗？你说讲你的呢？我不认为是讲我的，那对我就不能产生作用。指名道姓、同名同姓的很多，指着鼻子呢，鼻子暂时长在我脸上而已。你骂我鼻子，鼻子又没受伤；你说我坏话，耳朵也没有受影响。你说你不难过吗？我干嘛要让自己过不去呢？要难过的应该是你，为什么呢？因为你烦恼了，因为你抱怨了，因为你不高兴了，所以应该难过的是你。我要原谅你，因为你很难过。各位，傻的可爱哦！我们现在生活中最缺乏的就是这样一种傻傻的态度。现在人太聪明了，不缺聪明人，相反，傻瓜缺。
所以傻瓜会越来越贵的。末法时期众生，经上说知见重，就是说的太聪明，心机太深，一个比一个会算计，所以无法建立单纯的信心。很多人还不理解，这是末法，为什么看起来每个人都那么聪明啊？你说对了，这就是末法。为什么佛在世的时候，我们看到佛陀说法，就说这三五句，听众当中很多人就开悟正果了。为什么会这样？有人说啊，让我遇到佛，我也会的。想得美啊！现在我们听到佛说的话，都在那边翻来覆去研究，这个话对吗？这个话有依据吗？是不是在骗我的？我们根本就用的不是单纯的心。佛当年在世，那些听众心是单纯的，佛说什么就相信什么。佛教他这样调心，他就跟着这个话这样去调整自己心态。佛话音刚落，他调整过来，他就开悟了。开什么悟啊？就是明白，我不应该那样错误用心，原来我是可以这样用心的，这就是明白了。正什么果啊？就是他调整过来了，就这么简单。你看人还在座位上一点都没动，他怎么开悟了？就是佛的话他听进去了，而且他直接就去操作了。所以佛话音刚落，他就相应了，跟佛说的一样。念佛法门，古来祖师这样说，这个法门啊，为上智于下愚，不易。什么意思？上根立志之人，大智慧的人，他对于佛陀所说的教诲明了，深信不疑。那诸大菩萨，所以上根立志之人，下愚呢，就是一般人说很傻很傻的，那都做傻瓜就行了吗？哎，这里说的傻不是社会上讲的那个傻，这里说的傻就是心地厚道、善根深厚之人，听到佛所说不怀疑，道理虽然不懂，但是他深信佛不会骗他，那是善根在起作用。只有这两种人容易成就，为什么呢？因为他全部接纳。中间这一大批人啊，得需要种种方便加以引导，不容易，多疑，心不安，所以这需要种种说法令这类众生断疑生信，很不容易啊。我们要从这里明了，其实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安心。心其实没有安不安，但感觉到不安了是怎么回事啊？一定是这样几种原因。第一个，怀疑了。举个例子啊，念佛人心不安了，就是怀疑极乐世界是真的吗？昨天听师父讲有极乐世界，今天有个朋友就提醒我，你别被和尚骗了，现在都什么时代了，你还相信有极乐世界？哎，好像也是啊，又看不到，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心就开始不安了。
那直接不信呢？直接不信又觉得亏本，万一真有呢？完全相信呢又不放心，要被骗了怎么办呢？这是心不安的第一个原因。在生活中为什么心会不安呢？怕这个事情做了对我不利，对我不好，怕我做的太多了会吃亏，怕我虽然做得很好可是有人会误会我，我何苦来呢？得失毁誉看得太重，心就不安了。得失是什么？得是得到好处，失就是吃亏了。毁是什么呢？别人说我们坏话，不理解我们，挖苦我们，造我们的谣，我们感觉到哇好委屈啊，我不是那样的，常常会有啊，这心不安了。心为什么不安呢？就是把心放在这些地方才不安，忘记了心应该放在佛上，就不应该放在这些地方。有没有悔啊？他想悔就让他悔呗，那他把我毁掉怎么办呢？就没有个我，哪里能毁得掉啊？我们认为有个我才能毁得掉，他毁了什么啊？毁了我们的名声，名声长什么样啊？不过是虚妄的感觉而已。说我坏话，坏话在哪里呀？我录音机录下来了，你把录音机的坏话拿出来，看它长什么样。不过是一道波动而已，一阵风而已。你一定要抓住它不放，那就委屈了自己。那好，跟你说说好话吧。誉是什么呢？誉就是荣誉、美誉。说说好听话，哇，这个我舒服，我听得心里好过多了。这又被自己的情绪所绑架了。别人说我们好，我们不一定真的那么好，这个要知道的。就是哇，大姐今天这么年轻啊，不一定真那么年轻。但为什么这么说呢？说这话的人心情好。别人说我们好，不一定是我们真有那么好，那是别人说的好，这个要知道，你不要误会了。但很多时候我们就在这些言语中产生误会，别人说我们坏，我们就觉得自己很坏。你们不要这么去委屈自己，他说我们坏不一定是我们坏，有可能是他话说的坏。别人说我们好，我们也不一定真的那么好，是他话说的好。这下就轻松多了。那至于别人再怎么说，自己的心就可以不受影响。这就是安心啊，我们要找到那些不安的因素，看清楚，不被他骗。念佛人还有最后的担心顾虑，就是我念佛念这么久了，我到底能不能往生？会有这样的不安。各位念佛同修，能不能往生啊？能不能？能哈。能，签字啊，那不会写字，画押，就是自己要做个决定，不要再怀疑，
一定能往生。为什么一定能往生？没有为什么，就是能。这个要清楚的，要深信念佛一定能往生。有人会问，你见到佛了？你有什么功夫啊？要从这些地方去找往生的信心，这就颠倒了。怎么颠倒呢？应当是先有信心才会与佛感应，而不是先有感应才建立信心，是不是？所以这个顺序要认识清楚。我们信心先坚定，与佛就没有隔阂。这个坚定的信心就是真诚心，就与佛连上线了。这万一，我说万一要，万一要不能往生呢？没有万一，这要说清楚，就没有万一这回事。念佛人心里面就不能有万一这个疑惑，我就是铁了命一定要往生的，非往生不可的，耍赖也要往生的，就是要有这样的坚定的信心，要有这样的一种态度，念佛是一定往生的。那佛不来接你呢？你说了不算，你怎么知道佛不来接我？佛有愿，只要众生信愿坚定，佛是一定来接的，这是佛说的，所以不存在这个假设。但是众生如果升起这一念疑惑，则信心不存，这倒真的变成障碍了，佛不来了。而佛嫌弃我有疑惑，那倒不是，这要说清楚的，是因为众生心不纯，信心不专的缘故，自己产生了障碍，与佛隔离了。其实啊，说真话，阿弥陀佛现在啊都在我们眼前，从来就没离开过。我们说佛来，这是一种方便说法，佛从未离开过众生，一直都没离开。那为什么见不到呢？这不能够问别人了。就像看不到阳光的人说，为什么看不到阳光呢？阳光是没有问题的。看不到的原因有这么几种，一种是在晚上，我们处在无明暗夜中，一种虽然是面对太阳的方向，但是有乌云夜障障碍，还有一种乌云也没有，就是阳光明媚，我就是看不到啊。听人说有阳光，我怎么看不到啊？那是因为眼根有障碍，视力有障碍的缘故。这几种都是比喻，众生不见佛是自己的障碍所造成的，最根本的障碍就是心不够纯的缘故。所以我们在这里先要坚定这个信心，这一生一定往生。从现在开始，这个定心丸吃进去，这一生一定往生啊。没有例外啊，
就是当我们坚定了这样的信念之后，没有例外。不要再问假如我不能，别再这么问了，没有假如这回事，不留余地，全身心，这就叫一心归命，信愿具足，一心归命，就是我们全部的身心都交付给大慈大悲阿弥陀佛了。好了，就不再害怕。接下来再不会被生活中的种种遭遇所困扰了。那么眼前我们所遇到的这种种人事环境，我们要这样深信，这都是阿弥陀佛慈悲的安排，要这么样去坚信。我今天在这里感恩阿弥陀佛慈悲成就，明天在那里感恩阿弥陀佛慈悲成就。你说把我安排好地方我当然感恩了，安排那个糟糕的地方也感恩啊，没有糟糕的地方，记住了，没有糟糕的地方，只有糟糕的想法。当我们升起这样烦恼抱怨想法的时候，就很糟糕了，这才是最糟糕的事情。我们始终都是以对佛的信心来面对当前的遭遇和生活中的任何结果的时候，那心还是很单纯，一点都不会烦恼。发财了，感恩阿弥陀佛大慈大悲，让我支配这么多财富去利益众生。亏本了呢，感恩大慈大悲阿弥陀佛，让我放个假专心去念佛。本来想布施的，现在钱人家自己拿走了，省得我去布施了，要这么想。身体很健康，感恩阿弥陀佛给我健康的身心，让我精进修行，欢喜付出。生病了，身体不舒服了，感恩大慈大悲阿弥陀佛，让我没有任何的顾虑，专注念佛。为什么呢？因为病了别人会理解啊，你病了你就不要做事了，你就可以没有顾虑安心去念佛了。年岁大才遇到念佛法门，你要感恩，还好我现在遇到正好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如果要是年轻遇到，我还不一定会相信呢。那么年轻朋友遇到呢，你要反过来想，太好了，这么年轻给我遇到，还好不是快死的时候才遇到，都来不及了。我们要用这样很单纯的信心去面对生活中的所有因缘，你看多好。所以你就知道那些看起来很傻往生又很自在的念佛人，其实那真是大智慧，活的也好走的也好，一点都不为难自己。再回过来看平常生活中很多人以为自己很聪明的这个样子，哎，这倒有点傻了，是不是？你看多少人生活中
找各式各样的理由跟自己过不去，让自己烦恼的死去活来。你问他为什么事啊，他就说，哎呀，你不理解啊。怎么不理解了？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借了我1块钱，10年了都还没还，气死我了。一个小例子啊，可能是100块，也可能是1000块。这他真不还呢，他真不还，我不能想着他不还，我得想着那就是我布施给他了。那我就这么吃亏啊，你怎么吃亏呢？怎么能这么想呢？这么想就吃亏了。那要怎么想啊？我那叫投资。纵然不求往生，我这是投资，这辈子不还，下辈子要成倍还的。哪里能逃得掉啊？因果循环，真实不虚。何况我现在要准备去极乐世界呢？这个投资我决定改变属性。怎么改变呢？我发愿，欠我钱的人我都不要了，愿欠我钱哪怕欠1分钱的人将来都给我到极乐世界。这不好了，你这不是反而变成利益众生的殊胜因缘。以前因为某种原因结下恶缘，心里留下心结的，要赶紧傻傻的解开。什么傻傻解开？哪怕他这辈子都不原谅我，我现在要彻底原谅他。你说你吃亏了，他都不原谅你呢？他不原谅我，说明他心里离不开我，他把我看得很重要。对我这么好的人，我就不再恨他了。所以我先原谅他，什么理由就不要讲了，什么事情也不要说了，过去的都让他过去。很多人说那不行，那怎么能过得去呀？没什么不行的，只有你自己过不去。事情早就过去了，时空早就转变了，而这个心结还在，不是为难了自己吗？你说你不知道我遭遇的那些事情多么糟糕，你再这样念念不休，还不止那么糟糕，还会更糟糕。怎么更糟糕？那个糟糕的遭遇现在正在让你的生活更加糟糕，是不是？还在这样的痛苦和记忆中生活，不是更糟糕吗？所以要赶紧从这些错误的用心中跳出来。以前不知道啊，现在知道了，那是阿弥陀佛慈悲成就我们出离的因缘。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彻底的对阿弥陀佛信任。这信任的具体表现就是这世间的一切遭遇深信都是阿弥陀佛成就我们的。好了，不再怀疑，不再烦恼，接下来的所有遭遇啊也同样如此，深信都是阿弥陀佛大慈大悲为了成就我们这一生往生极乐世界的因缘，以愿力变化所作。好了，我们这下就安心了。为什么？哇，太好了，这辈子都是阿弥陀佛所安排的，就没有好与不好，只有我们会与不会，理解不理解。会了，理解了，面对的时候非常欢喜。旁边还会有朋友说，看来你真傻了，你听到这个话
心里面应该有数，哇，我学成功了。各位，学聪明容易，学傻不容易啊。古人说的大智若愚，这大智慧的运用，古往今来就没几个人懂得，懂得的人都不在了。为什么？早就超越了。就那个别人看起来没文化傻傻的那个念佛人，他会这样用心，他都去成佛了，你看看。所以我们要从这里安心很重要。佛经上有一个小故事说给大家做个参考。有一个很傻很老实的年轻人，他听人说在某个国家的某个地方有成仙的修行方法，他很想成仙，于是呢就到处打听，好不容易给他打听到了，来到这个国家这个地方，遇到人就问，你们这里谁会修仙啊？哦，这地方人一听，这傻小子被人骗了，哪里有什么修仙，我们这里人都不知道啊。于是开始有好心人劝他说，你还是回去吧，这里没有修仙这回事。这傻小子呢不甘心，看来没遇到真人，于是就再接着问，哎，遇到一个种田的农夫，农夫仔细观察，哎，这小子傻得可爱，就给他开个玩笑吧，说你问到我算问对人了，这一代就我懂得怎么修仙。哇，真的，那你教我吧。你以为修仙那么容易教你啊？哦，是是，那我给你磕头吧，磕头就行了，那还要怎样啊？看到这地没有，帮我种田。他本来是给他开玩笑，就是找个人给他干活。哎，这傻小子也就当真了，哦，那好，你教我怎么种，然后就开始帮他干活。哎，这农夫就在旁边觉得好笑，还有这样傻的人，骗他都不知道。干了一天，他没觉得累，也没有提条件。哎，这农夫一想，哦，看来有戏哦。于是呢，就跟他说，一天不行，至少要干满三年。我看你是不是诚心，才考虑要不要教你。这样的好，那就三年。于是呢，这傻小子就任劳任怨干了三年。三年干完就来问了，师傅，你说教我修仙呢？这农夫想，这下惨了，这怎么教啊？哎呀，看来这个外地人没人知道他是谁，又这么傻，肯定当地也没人关注他。算了，一不做二不休，于是跟他说，好吧，明天我决定教你成仙的方法。准备好了，于是傻小子很兴奋，准备好了。第二天一早，这农夫啊就带着这个傻小子往那山上悬崖上走去。走到悬崖边，悬崖边上有一棵树，然后农夫就跟这傻小子说，你看到没有，这棵树叫仙树，这一代没人知道，就我知道。要想成仙啊，从这棵仙树上跳下去就成仙了。啊，真的，你看傻的可爱吧，到这个份上了，他还是信以为真。于是呢，他说，那我怎么上去呢？听我口令，我叫你上去你就上去，让你跳你就跳，然后就成仙了。哇，太感谢了，三年真没有白费功夫，上去吧。他就上去了，爬到树顶上，那农夫就说，
飞起来吧，你跳下去就可以飞起来了。他就一用力跳出去了，一朵祥云就把他接走了。这下犯傻的是农夫了，农夫一看，真不会吧，开玩笑的吧，我跟他开玩笑怎么真成仙了？这个小伙子真成仙了。什么缘故啊？精诚所至，感天动地，仙人观察他的诚心，把他接走了。哇，这农夫可高兴了，赶紧回家，把家里的人都召集了，说我现在找到成仙的树了，真的。跟他儿子说，明天不干活了，干嘛？我教你这么念，我明天要成仙了。儿子说，老爸你别犯傻，真的，我亲眼看到的。前几天那个一直在给我们家干活的那年轻人知道吗？知道，他成仙了。成仙了，死了吧，为什么找不到人呢？没人相信他。但是孩子觉得好玩，那好吧，那就试试吧。第二天孩子也以为他开玩笑的，不会当真吧。于是呢就按照老爸教的，老爸上去吧，跳下去吧，飞起来吧，老爸就跳下去了，跳下去就没了，人就摔死了。你看，是那棵树让他成仙的吗？那个傻小子就这么成了，是那棵树吗？当然不是，是他的心。是他用什么方法吗？没什么方法，还是他的心。他就一心想着成仙的心没有变，三年下来经历了这样的考验，他没有变，他成了。听起来有点好玩哦，但是很多事情都是这么做成的，社会上的很多事情是这么做成的。就是某人呢要做成什么事情，开始没人相信他，他就专注，我一定要做成，一定要做成，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最终他做成了。以前开他玩笑的人说，哎呀，没看得出啊，真给你做成了。阿里巴巴就这么做成的，弥陀寺也这么做成的。这说明的就是用心很纯有多么重要。念佛人，这佛不是骗我们。所以古人说，哪怕是佛骗我们，被佛骗是多么稀有的事情，何况佛绝无可能欺骗众生。所以我们要从这里安心，深信不疑，当下就得解脱自在了。好，今天上午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阿弥陀佛。如是我所闻，西方有净土，是我所信，安阳归一处，如是我所愿，携手故乡路，如是我所念，如是我所